我们这次发现了一种新的裂齿乳化石，它是在江苏和安徽交界地区发现的，一共有六块化石，其中这个四块是在江苏发现的，有两块是在安徽发现的，我们把它命名为吴氏三叠鱼。它距今约 2.49 亿年，它这个保存的方式非常有意思啊，就是以一种汇研的这个结合的这么一个形式保存的，一打开里面有一条鱼化石这样的。